阿浩，我点的歌你一直唱，你唱阿小，根本就不是饶舌歌手，根本就是饶舌小丑。快踹他！冷萃绿茶气泡酒，长得好像我女朋友。在打我父，你们全部统统守起来！不要再吐了，好了，别说了，你要吐，我不会吐，我不会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力去》，你常喝酒吗？换你了啦！要街坊不要喝酒好不好？牛肉面，我们今天就要上街去收集路人喝酒后的荒唐糗事，走吧。那哪里有牛肉面？什么场合会喝酒？聚餐的，去酒吧，还去酒吧吧？有没有去酒店？没有，反正不能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家里吧，就找朋友来喝。那你有没有喝呛过？有，因为我们是女生去聚会，然后他们抬不动我，就借那个推车，真的我不夸张，而且我这边还受伤哎。那当场有四名他好心的这个同事呢，推着推车把他推回工厂。我朋友有一个是原住民，他才23岁，可是他已经痛风，他每天喝，他一个晚上都是喝大概2-3手，然后呢，整个喝了大学4年。痛快，喝就开心就好，不用喝到。不要刻意，对，你不要刻意，吐吐了就回家啦。现在在唱歌，对，喝酒是助兴，就是说，干我今天就要喝到醉，好像喝醉是一个人生指标一样。没有人在在乎我们唱歌抖音漂不漂亮，没有人在乎我的转音，是不是？你都已经转成那样，旁边都。我上次唱歌唱样转过来，大家喝酒，我生气。喝完酒在那乱合音。对，阿浩，我点的歌你一直唱，你唱阿小，就讨厌那种唱歌饶舌陷阱地。那个一去先点7首，先点7首完整，7首高尔宣，然后唱，然后那个唱高尔宣的时候，每个都改排气管，对，然后叫大家站起来跳，对，然后一直然后就是一堆手势，你知道吗？一堆手势，你根本这样，你根本就不是那个，根本就不是饶舌歌手，根本就是饶舌小丑。就是你平常有什么躲酒的方式？人家在敬我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躲，但是人家就是喝，就是会敬，喝一口的时候，然后就放在旁边，趁他不是就直接丢到地板，就是倒地板。所以你觉得自己酒量算好？我觉得要看酒那种威士忌那我就真的没办法。所以你喜欢喝鸡尾酒？我还蛮喜欢，就是调酒那种。就不要完全纯的。有点像可乐，就是那种饮料的那种，还蛮喜欢的。请问两位经常喝酒吗？很常。我们都一起喝。我以前算酒胆很好，我是一直走一个就是。有喝跟没喝都是一样状态，有跟没有之间。不是吗？是吗？老婆要讲解一下啊！你站这边，他之前有一次喝醉，因为他喝醉的反应就是鲁嚣，然后会一直讲话，一直重复。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喝醉一直鲁嚣我，然后他把我装进纸箱里面，然后一直要用纸箱这样打我这样，然后我就把他塞进去纸箱，然后我就他进纸箱，踹他这样。太大力了，我痛。我起来就觉得头很痛。所以我会禁止他喝酒，因为他跟他朋友出去喝的话，都会喝醉。我们会坐在那个捷运的那个出口等捷运。脱衣服吧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你可以把他赖给我吗？一二三，二。哎哎哎哎！是不是？你怎么用的？太厉害了吧！绿茶气泡啤酒，你是卡卡西哦。哎，对，我觉得这样。等一下，你用什么？可以，我这边比较紧。我比较喜欢那个。其实这两个的酒精浓度都很低。我觉得这边比较像，这边比较像我前女友，绿茶，绿茶。太坏了吧？没有。就喝不出来，我不品酒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好喝。冷萃绿茶气泡酒，长得好像我女朋友，我前女友。那你准备好要喝酒了吗？好来，二三。这一罐是我们的绿茶口味，不会醉哦，不会浓哦，不会醉，不会醉。然后它非常的清淡，你喝喝看，感觉像很好喝哎，夏天很适合女生的，看起来超清淡。然后它又是主打低糖，确定哦？确定，对。那你还没开？你没有开，你装假喝。你没有开，假。哎，我学到了，等一下多久就是这样子。有假装有喝这样子，现在还没开。太多久了。还蛮好喝的，就是茶，绿茶的味道。对，它是绿茶，它是有点甜甜的味道。对，那个甜甜，你有没有喝出来？它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是蜂蜜吗？对，蜂蜜是蜂蜜，它有点蜂蜜的。蜂蜜绿茶，这很适合就是给妈妈喝啊，或是全家人一起喝。好，那你刚刚那罐好喝哈。你看，你头上有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边还有一罐呢。这个是冻柠茶口味。这个我喜欢。对。
这也很好喝哎。好喝吗？这个比刚才的好喝吗？它比较甜，啊、然后酒味比较重一点。酒味比较重，它比刚刚的绿多了一趴。对，比如说你去居酒屋，炸鸡啊，什么薯条，我最喜欢咸酥鸡。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日茶吗？真的、哦？对，都会很贵吗？其实不会，它其实价格是非常非常平价，就学生都可以买得起，做的平易近人，然后又好喝，对，好喝，对。哎、欸，超淡的，超淡的。它其实有一点点甜味，装汽水啊，很好喝。这是我在夏天喝的、欸，其实我很讨厌喝啤酒。啊、OK， 我可以，你可以接受这个。对，待会不开车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冻柠茶那么甜，我觉得蛮好。这个酒味在最后在鼻子这边有一点点而已，但是就很好入喉。哎，对对对，很专业，很专业哦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。然后我在家里去，我会买，很像饮料，很像饮料，它没什么酒味，喝怎么样？甜甜的，很像饮料，很好喝。它也是有酒味啦，对，但是很少。自己还有准备这个分享杯，对，为什么你有分享杯？很绿茶。那这一罐呢？这个比较推，是不是？这比较好喝呀，我觉得很好喝。哇，它也先闻哦，它懂品酒，这个比较重，不像酒，味道不像酒，这个很淡，这个比较像茶一点。看完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么好喝的气泡鸡尾酒要去哪里买呢？我们现在直接来到 Watt 的新意概念店，带大家一起进去看看吧。Hey！ 现在到门市选购任意玻璃瓶装的鸡尾酒，就可以用99元的价格加购两瓶气泡鸡尾酒哦。全台全家便利商店都买得到，六月中以前还有3件85折哦。